在不放二等街头魔术，快快快！你好，你好。那个我们是在不放二等时，知道吗？有听过吗？有听过，有听过。那我们现在想要表演个街头魔术。不好意思，我在上班啊。没有，我们不会照到你的那个名牌，就是耽误你几分钟的时间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对、OK 吗 ？OK。那个你相信预知吗？相信预知的魔术吗？预知魔术，你相信？那你希望我预知什么？薪水，薪水，薪水，薪水。神回，神回，这不能放吧。